这可见看经闻法，必应将往昔成见一扫而空，实有其如之妄啊！亦有成见便张道也。这话很重要啊！现代人说实实在在的话，比古时候人在遇到佛法文法的语言上来说，比古人呢超过太多太多。古时候一个法师讲经说法都是在寺院寺庙里面，你要想听经，你都要到他那个道场。在家居士也可以啊，就讨金丹啊。啊，他讲一个月，我在这个地方住一个月，啊，来听经呢，听一个月。啊，那你得有空闲呢。如果你有工作，工作不能放下，你哪有时间去听经呢？啊，又没有交通工具，啊，远近。都得走路去了，非常辛苦啊！经书也没有，要想带本经书，得自己去抄去，哪有现在这么方便？现在是方便太多了，有不少法师在电台上讲经。你都不必出门了，家里打开电视机就在家里听了，啊，无线电广播，走到路上也可以听啊。你看现在多方便啊！啊，古人呢，真正是不敢想象啊。现在的人就福报太大了，啊，这个福报大了，反而有了障碍。什么障碍呢？成见太深了，听得太多了，看得太多了，太杂了，太乱了，本来你只有个烦恼障住你，现在搞这么多成见呢，就增长了所智障，你还能开得了悟吗？你还会有成就吗？不可能了。你学的越多，就是你的所知障啊越重，所知障天天在增加，你知道的事情越多，你的烦恼越多，所以你每一天所增长的是烦恼障所知障。现代人因缘具足，可惜的善根福德不具足，所以成就反而不如古人。古人没有这么方便，接触不到，非常单纯，非常老实，有人跟一个老师一生就跟一个老师。我们在高僧传在语录里面看到的，居士传里头也看到的，一生跟一个老师，一个老师领路啊，一条路啊，所以他的成就快速容易，三五年开悟，更新顿一点点，十年二十年开悟了，我们都看到的。我们现在学佛越学越糟啊，错在哪里呢？就是此地讲的成见太深，
必须通通放下了，让这个心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六祖慧能大师讲的，本来无一物啊。你什么时候到本来无一物，你就是发起了，我们佛门讲发起了，有资格接受如来的大法。你心里头有一物存在，难啊。不但老师没办法教你，佛也没办法教你，你有了成见在了，必须把成见一扫而空。我过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这一见面，我把我的意思说出来，要拜他做老师，跟他学习。他三个条件，第三条就是，你从前所学的，我不承认，一律作废，从今天起，从头学起，就是这句话。其实我在跟李老师之前，只跟一个老师，张家大师，我跟他三年了。张家大师，李老师非常佩服。说那是真正了不起的人。他的行住坐卧确实都像在定中一样。他的动作缓慢，走路也慢，说话也慢。你跟他接触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的时候，他在定中。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我们看过许许多多这个出家修行人，还没有看到像他那个样子的，真是令人佩服。我跟他三年，李老师那个三年学的通通不承认，要一扫而空。来接受他的教导，这才行啊。教学最怕有成见。我们今天要求善知识难啊，太难了啊，所以没有法子啊，我才劝勉同学啊，找古人呢。古人不会拒绝你们学弥陀经要解的，找偶业大师做老师，偶业大师不会拒绝那怎样他才是真正是你的老师呢？你要把成见一扫而空，专门接受他一个人的教诲，你就是偶业大师的学生。我念他的要解念的有困难，你不懂怎么办？把经本放下，拜佛，什么都不想，一直拜佛，拜上个200拜、300拜，豁然就通了。这个经验我很丰富，我常有。我在台中学普贤菩萨行愿品，那是我帮别人学的，其实我学了，他没学到。我一个同学，他发心讲普贤行愿品，那个讲稿写不下去了，他的工作很忙，要我替他写讲稿，一个星期写8000字的讲稿给他。我写让他去讲，我在底下听了不是味道那我自己上台讲，那比他讲得痛快写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
我那个时候写这个讲稿是参考两个注解，主要的注解是清凉大师的疏钞，用这个慈州法师这个注子做帮助，慈州法师很浅，主要的是用清凉的，写不出来的时候就通通放下拜普贤菩萨，拜上两三百拜，意思来了，拿起笔写都来不及，常有的事情啊，所以求佛菩萨了，感应不可思议，就千万不要去想啊，这个不懂的地方就想，会把头脑想坏，想出病出来了还不通，纵然被你想出来了，可能想错了，不如不想，拜佛求感应，这个方法也是李老师教给我的，我们做了说非常有效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